像这个是1995年那个创办人是一个医生啊，Dr. Madan Kataria，像不久啊是26年罢了哦，在马来西亚有10多年了。像现在我要邀请我们的秀妹，是我们的 Membership Director，我们 Johor Bahru Happy Joyous Club 新山开心喜乐俱乐部的Director 啊，他会跟你们分享一点为什么要笑，要多笑啊。为什么要多笑啊？OK，秀妹，呀，刚才我们看的那个 video 是不是讲到笑啊？其实你看笑，在什么情况下，什么就是讲在监牢或者在什么地方，你都看到大家都在笑哦。所以呢，笑其实就是不分地方在哪里都是可以这样的笑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为什么讲到我们真的需要笑咯。Okay, I cannot put on the big screen, so I use this screen can 啊。Can. OK，刚才那边我们看到第一这种为什么要笑？你看大家都在笑，就是在医院也好，在精神病院也好，在监牢也好，都是要笑。因为今天来讲，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多的笑声呢？因为第一个它有几个点，它有5个点。第一个点就讲了笑，它可以解剖压力。Actually，到现在来讲，我们真正的是了解，现在大家都是压力，压力，每个都讲我压力，压力啊，压力就是现在。最 commonly used 就是很大家都口头禅，我有压力呀、啊、，OK，压力就是在了。所以现在当今压力呢，我们要靠笑来解除我们的压力。所以大笑是最好的，就是我们每天早上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都是我们的 club 都有这个早上的 Zoom 给大家来一个半个小时的笑。当然笑不是讲你笑了你就没有你的烦恼，but at that moment 你可以开心，至少你接下来的那个。一天，你给至少给你的 APP，你的安多芬，给你在某方面能够更加的清醒的去做你要做的东西了。OK，所以我们大笑的时候也是一种运动嘛。当你笑，你动作，它也是可以同时减少我们身体所谓的压力呀、情绪上，我们需要抒发。像 Lisa，我们跳 Zumba 也是一种抒发。OK，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像 Zumba 这样，我们用笑也是一种 exercise 来抒发我们的一种情绪上的压力呀。OK，这个是第一点的。OK，Jim next 呀。OK，然后第二点呢，就讲它可以促进我们的精神上的健康，因为笑声上讲，笑声当我们笑的时候我们它会释放一个 endorphin 哦，安多芬，所以它就可以给我们每天就有一个积极的精神的状态。所以，当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精神好，我们心情好，我们做东西 actually 就会比较顺利的。我是这样的认为啦，因为如果你一直很沉闷，你想到的东西都是 negative 嘛，都是负能量。当你笑了过后，你会觉得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所以你做的东西可能就会朝往比较正能量那一边去。因为根据那个怎么讲啊，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呀。他都讲了，我们现在3亿人口患有抑郁症。Actually，我讲我们这个 MCO 其实患忧郁的人更多了。我们周遭的朋友，其实我们都知道，更多人患有抑郁症，我所以帮忙做笑声需要帮忙的。OK，这个第二点里面，他也在第四个 point 那边讲到，自杀的人数也是在上升，因为 Befriender 上那边都有讲的，自杀的人数都在上升，因为 depressed 嘛 MCO，所以忧郁症。直到这个自杀会，所以我们要关注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他们情绪方面不能够表达嘛，笑不出来嘛，是不是他们是这样讲？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笑，actually 它是真正的是可以给我们忧郁啊，有一个解放的一种药剂这样的解放剂。我们把它当做是安多芬，就 endorphin 啊，然后dopamine 跟那个 serotonin 这些水平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些 hormones 哦，来。来讲来控制我们的情绪方面一样，因为我们笑了，我们就可以给我们很好的这个提高我们的这个情绪方面的正能量的情绪，所以给我们整天做东西都会我觉得就是当你像你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正能量你做下去的东西呢，会觉得会比较感觉就比较不一样了，所谓的，所以那讲啊。沮丧的人第六点很少会笑，所以忧郁症的人讲可以笑呢。但是我们忧郁，但是我们这个Laughter Yoga，为什么我们每天早上9点到9点半都有这个大笑呢？就是真的是说，朋友讲，因为在这一个期间，女生犯忧郁症，他们就说来这边笑一笑，至少
我在这个半个小时里面，我笑的时候，我可以给我心情感到舒适，它释放这个安多芬。那种我过去，那我笑过后9点半，如果我没有笑，那我就是到晚上10点都是这样的郁闷的了。所以当他笑了过后，又有 activity，他的心情就不一样。这个是真人的一个 sharing 来的啦，对不对？然后第三点就到这里。刚刚我们讲笑，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忘了笑。你说我问我朋友你没有笑？有啊，我很会笑的，我每天都笑的。你说笑那个哈哈哈哈就完了啊！这个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这样子笑是要持续长一点。等下你看我们的拉菲欧，那是半个小时都在笑的，当然中间也停啦，要呼吸啦，不是不然断气嘛，对吧？都要笑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忘了说，我们讲小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小孩子是每天笑，他都不想的嘛，每天叽叽嘎嘎嘎跟着我小孩子每天笑。可是我们现在大了，我觉得没有笑，老了是不是更不会笑？不过不是的，我们在成人，我们在现在老了不会，我们的安迪这些，我们的大姐这边很会笑了。所以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哦，我们要笑啊，要有条件的咯。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小孩子要笑，我们大了哈，我们要有条件才笑。不过呢，我们不再取决于不用讲靠什么，哎，你讲笑话给我了，我才可以笑啦，没有笑话我不可以笑。可是你在我们的 laughter，在一个大笑瑜伽里面呢，其实我们能够大笑，不需要你，不需要讲故事给你笑你才笑，不是的，就是能够真的，我们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大家就，哎，就自然而然笑起来。你讲假笑不要紧，但当你笑笑笑笑笑，哎，怎么变成真笑，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你会感觉到真的是，哎，我能够，我就你会感觉到真的是很满足的，我这种一个心态呀。OK，来，我们看第四。OK，笑声呢，我们就笑的时候，它既有预防作用，又有治疗的价值。如果你经常笑，你就不会容易生病。为什么这样讲呢？是不是我们讲郁闷郁闷，但你一直郁闷，一个人是郁闷，是不是就是比较你的免疫系统当然低了。但你们做这个移动，当然知道哦。你是你呢？如果你的那个免疫系统降低，什么病都来了。反正刚才说了，我们大笑 actually 就是投递这些endorphin 啊，这些什么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健康方面都是有很快的一种复原的一个疗愈的一种东西。所以你看，当我们慢性的这个健康哦，好像比较什么健康好像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笑是其实是一种的运动来的，它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它增高我们免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增加人体细胞的氧气含，因为我们大笑嘛，大笑的时候哦，你知道我们一样吗？我们 breathe in，OK，oxygen，当我们笑哈哈哈哈，是不是 carbon dioxide out？所以这个也是就是给我们吸进更多的氧气这样的一个解说咯，就是这样容易的。因为现在科学上都常常有研究嘛，讲哦，我们每次讲吃药啊，吃药，我每天要吃什么药啊？啊，有些我朋友跟我讲，他一天吃20多粒药，什么药？supplement 来的哦。他是讲，哎呀，whatever 啦，不然他讲，我一天吃20多粒药，什么 supplement 啊？吃 supplement，他没有生病的。我讲哇，吃药吗？我不知道啦。所以我们就讲，其实笑，刚才你看到给我们这样多的一个好处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会忘记掉哦。所以偶尔讲出来，我们互相提醒了，我们互相提醒一下。笑其实 actually 真的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药物啦哦。当然，maybe 我不是讲发病不要吃啦，吃药，不过要100%啊，笑还是可以 contribute 一点点的部分的哦。OK，所以就讲这边也是讲过了，超过了很多个证明嘛哦，可以改善我们血液循环，因为我们笑嘛，我们拍手啊，这血液会循环啊之类的东西，减少我们这个降低血压，减轻炎症和疼痛啊。当我们笑的时候，全力你会说我们痛哪里痛，可是你笑笑到底是你会忘记的，对不对？当你忘记的时候，就是你感觉到就很好了。好像这个这一本书全力，如果你们之中有兴趣的哈，我们可以寄给你。这个是就是在 online 的，这个可以看200多面呐、啊。他们科学研究为什么要笑？哎，觉得你们 interested 的，你可以跟我们讲，我们会 send to you，你们可以看，就是 online 看的这个哦，这是 ebook 来的啊，是讲到 scientific research about 为什么要笑？因为我这个很多就是在美国，他们就是已经做了一个研究啊，就是
大笑在那个 workplace 就在工作方面哦，他怎样可以给你很大的效率咯，他这边也是有讲到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韩国，他也是有讲到，这个他们做一个研究，就是大笑可以在这个癌症病患者里面也是有相互的一些帮忙到的呀。所以这一个东西，然后接下来呢，我就讲到这么多大笑哦，我就觉得哦，大笑大笑，为什么大笑大笑，讲过这么多大笑一大堆堆。现在我们就来 practical， 为什么大笑真正能够给我们能够感觉到那一个不一样？为什么有感觉到你会提高你的免疫系统？为什么会安多酚？我们现在就来 practical。所以现在我来邀请Pauline， 也是我们的 Laughter Ambassador， 也是我们的领袖，来带领我们做这个大笑瑜伽的exercise。来，有请 Pauline。OK， 大家好，我是 Pauline。OK， 我们这个大笑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 clapping， 拍手。我们要怎样拍手？不是这样哈哈哈拍手。我们拍手就是手掌心和手掌心一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了哈。然后我们的这个怎样讲呢？手指尖就跟手指尖在一起，然后有一个步骤呢会讲一二一二三，要大力点。然后我们大笑是讲吼吼哈哈哈，吼吼哈哈哈，吼吼哈哈哈，吼吼哈哈哈。为什么要这样拍手呢？因为哦，它会帮助我们血液循环。你们应该知道的，有些拍手的拍法的。OK， 第二个步骤就是呼吸，不是只是叫平时叫呼吸，不是深呼吸。怎样讲深呼吸？我们的丹田啊、，exercise 的老师Liz 也会懂的了哈、哦。这个丹田呢、啊，当我们吸，我们的丹田会胀起来的，就吸。我们呼那时候哦，它会竖下来的哦，是吧？等一下我做那个运动，我会一起做这个深呼吸，跟大家做呼吸，深呼吸。OK， 第三的步骤是好像小孩子般的玩耍，怎样讲呢？小孩子啊，你知道你们的孩子啊，有孙啊，他们玩起来开心哦，他们会拍手的哦。就是哦，我们every time 啦，每次做一个运动哦，还是两个运动哦，我们 end 那个运动，我们会讲。非常好，非常好，耶、yeah! ！英文我们讲 very good， very good， 耶、yeah! ！我们也讲马来文的 bagus， bagus， 耶！那有 every time overseas 啊，日本也有啦，哦，什么都有的啦。等一下我们才来，又做这个啦，哦。OK， 第四的就是做运动了。OK， 现在我会跟你们分享三个运动。头一个运动，刚才你们有看的 day body， 你们懂 day body 是拉长，我们 Malaysia 很喜欢喝的，对不对？大家对不对？你们假如可以unmute， 我们一起来做，可以吗？老师Liz 的老师，可以我吗？unmute 全部人来一起跟我互动，可以吗？哦。可以啊，一定要。因为呢，我们就是要分享这个 exercise。OK， 我是他们可以 on 那个 camera 更好 ，because 我们要眼神对眼神这样。对啊，因为哦，我们 face to face 啊，在 garden 哦，我们互动哦，我们有眼神眼神交流啦，眼神交流。可是现在我们在 Zoom 这边交流了，好。Okay， 鼓励大家把镜头打开，鼓励大家把镜头打开。是的，让以琳老师把每个人的笑脸都捕抓下来，好不好？对了，对了 ，OK， 是的，真的很难得， okay。 真的很难得。啊、我们谢谢大家啊，连、okay。 连这个 founder 都出现了，你们还不开镜头啊，大家？对了对了啊、哦，是让李琳老师把你们全部人的笑脸都捕抓下来，是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时刻。OK， 现在我们就来做这个拉茶，我们的手啊，因为我们拉好像也是 stretching 啦、啊、，stretching 是一个运动啊。OK， 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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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喝这个茶，我们要笑出来啊。OK， 我们来喝茶啊！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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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大家好，好好好 ，OK， 耶、yeah, yeah, ，我们又会长进，非常好，非常好，耶、yeah, yeah, yeah, ！第二个的运动啊，就是啊，一米的运动 ，one meter lock，OK，、okay, 这样，我们的手来，这样，一。闷气，这样我们就很健康了、啊、是不是 ？OK， 来，一二三，吸，吸到满满气。嗯，是你要撑住哦，要撑住哦，再撑住，笑出来。第二次，再来。OK，breathe in， 吸。吸到满满，就叫撑住，撑住，撑住，笑出来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OK， 我第四老师笑得很开心。OK， 第三次，再吸，吸，我们讲后面，我不会停了啊，怎么办？OK， 来吸，我们再讲。撑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真好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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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Very good！ Very good！ 耶！耶！耶！我要请我们的老师立即再跟你们分享。多的 exercise 啊，多 exercise 啊。这个啊，谢谢 Pauline 啊，谢谢 Pauline 跟小妹。这个 exercise 我们有很多种，你可以发明你自己的啊，你exercise 有千多个、两千多个啊，都很多很多种 exercise。现在啊，你看很多人说我没有钱 ，no money 是很痛苦的，可是我们还可以笑。Because 你笑还是哭还是 no money 嘛，刚好你笑的时候可能你就有很多 idea 嘞，好，你笑的时候你就开朗的时候你很多 idea。现在来 no money laughter 没有钱的大笑啊，是有 pocket 的啊，你拿出来 pocket 有钱的大笑啊，没有钱的大笑，来全部来一起笑，哇宝贝啊，哇宝贝，二三。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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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次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好，耶耶，周家啊，贤娃啊，李基啊，来来大笑，现在刚才这边有钱，现在啊，我们拿中马票哦，哇！你们拿一张纸啊，哎，你们想得到的都会的哈，拿一张纸，你看你的号码，哇，中马票啊，中马票啊！抽奖啊！抽奖！非常好，非常好，耶！再一次，非常好，非常好，耶！哎呦，现在我们要感恩嘛，哈，又有中马票哦，当然要感恩哈，对呀。现在我们是感恩大笑，感恩大笑，我们感恩朋友了哈，来，一二三。感恩自己，感恩自己，来，怎么感恩是这样的？朋友，感恩感恩，耶，非常好，好，非常好，耶，再一次。非常好，非常好，耶！现在做了两三个 exercise， 我要呼吸，因为我要给你们看三个部分。我们的肺啊，有三个部分呐、啊。我们的左肺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要给我们的心嘛。可是呢，右边有三个部分，上面、中间、下面。英文是讲 upper、middle、lower loop。现在我们要对我们的 upper loop， 你们的手放这边，放去后面，后面也是在这啊，后面，啊，我们呼吸 breathe in， 都拉去后面这样 breathe in， hold and breathe out， 呼，我们吐气要用嘴巴啊，吸的时候用鼻子，来，再来多一次 breathe in。And breathe out， 嗯，多一次，我们笑笑出来了哈，来吸，哎，我们笑，哈哈哈哈哈哈哈 ，OK， 这个是上面的哈，现在中间的哈，中间的我们就这样 stretch， 好像那个 yoga pose 就这样，来 breathe in， 你的脚撑这样站起来，是谁可以站着站起来 ？breathe in。Hold your breath and breathe out. 呼，用嘴巴来吐气。再来多一次 ，breathe in and breathe out. 笑笑一下。不好意思 ，breathe in and 笑出来。现在你的 lower part 啊。lower part 我们是狮子大笑，可是我们这样来讲啊，吸吸，等我们 hold it 啊， hold it， hold it， 等我们就这样，好像狮子大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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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 breathe out, lion laughter. Very good, very good, yay! Good, yay! 最后，我要教你们一首歌。你们有跟你们的细胞讲过话吗？我们的细胞吧，你们有爱你们的细胞吗？有，啊，有都好，谁没有的，快点啾啾你的细胞。哎呀，有时我们说我们的皮肤啊要好啊，可是你的细胞，你有跟他讲话吗？现在这首歌是对你的细胞好，
我要 show screen， 等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字了啊，是我们的细胞全部快乐，我们的细胞全部健康，啊，人觉得很好，觉得健康，我们的细胞全部健康，看得到吗？这个？有，yes, 啊，现在我们一起上唱，等你们也是要站出来啊，你们要打拍这样的哈，这样啊，是吧？我们的细胞全部快乐。我们的细胞全部健康，哎，你的脚那边，我们的细胞全部快乐，我们的细胞全部健康，觉得很好，觉得健康，我们的细胞很好 ，OK， 觉得健康。全部一起上唱了，不要紧，你们可以开麦也不要紧，我们不是说要全部唱到一模一样，不要紧的，开心都好。敢敢唱，大大声唱来！啊，全部站起来！我看不到你们，可是啊，你们看得到你自己。OK， 站起来！一、二、三，我们的细胞全部快乐，我们的细胞全部健康，我们的细胞全部快乐，我们的细胞全部健康，觉得很好，觉得健康，我们的细胞全部健康，觉得很好，我们的细胞全部健康。来，我们要讲，我们是最开心的，我们是最健康的，我们最爱笑的，耶耶耶！来，一、二、三，我们是最开心的，我们是最健康的，我们是最爱笑的，耶耶耶！哈哈哈哈哈！